那个，不然你介绍玄天上帝。主神，我们主神是玄天上帝。他这几阶了，姐姐来，这一个可以。可以介绍一下那个北极西土的北极宫特色。对，北极宫。北极宫，对，北极宫玄天上帝。上网哦，要上网 ，Google。你们是到哪几间宫庙去进香？哪几间宫庙？慈惠堂、金凤宫。哪里的金凤宫？是啊，他说去哪里？去哪里哦？去哪里？去哪一间进香啊？嗯。信天宫，然后北天宫，北天宫，然后最后在慈惠堂休息。我在慈惠堂。来，慈惠堂是那个王母娘娘的。对，王母娘娘。来介绍，来，我太阳你叫什么？我大师皮皮。你大师皮皮。我弟弟叫我大师皮皮。我妹妹叫什么名字吗？我大师皮皮。我大师皮皮啦。我喜欢看我大师皮皮。我大师皮皮的歌，我大师皮皮。太阳话妈妈怎么讲？我大师皮皮。雅雅念一次。雅雅皮皮。雅雅奶头，雅雅奶头。你跟谁学的？还跳舞的是皮皮，罗东。乔训是哪一个神明？乔训公他是北极玄天上帝。那个乔训不要那么像，也就是风调雨顺的乔，顺利的顺，顺利的顺，对。哦，乔顺公哦。对，乔顺公。那我们再来是协天公。哦，协天公在头城。协天是关公庙。对，关圣帝君庙。然后第三站是外澳接天公。外澳接天公。接天公。接。对，就是在那个博朗什么？博朗咖啡。博朗咖啡那边，外澳天宫。你们在可以念一下你们那个宫址吗？我们地址七堵的地址，宫庙的地址。东新街吧。东新街是东新街吗？东新街对。东新街几号？现在好像不知道，忘记了。啊？哎，我们在。在 cosplay 有地方在丢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有赖的 cosplay， 赖的 cosplay 给我看，他有住址。如果干拎你啊，客家话怎么念？屌鸭妹，超级掰怎么翻？超级掰。看啥小？看嘛个小。破麻烂鸡掰。妓女怎么讲？穿心吗？乞伯怎么讲？乞伯。摸乳像。咩人？男生的懒觉客家话怎么讲？睡啊。阴户急掰怎么讲？急掰。月经。月经。你们宫庙里面有原住民吗？没有。没有。我们那边没有。没有。原住民现在蛮多信道教。原住民就是在个长安街。哦，长安街那边。上车了。你们要上车了。我们先看一下，在东兴街。因为他贴的纸，那个前面有那个神明的那个神像吗？那在这里，都七堵北极宫哈。哎，公主是哪一位？不在。公主，要公主原来前车前面。李金海，你是几？你是高中生啊？我毕业了。哦，也。前车前面。好，谢谢你。120东兴街126号。对。那你现在要去罗东？没有，我们上那个花莲慈惠堂。你们是从罗东？从南下。对，从七堵那边。那出来几天？两天。今天第一天。对。哦，那在哪里？在哪一间宫庙过夜？慈惠堂。哦，慈惠。金母娘娘。150-11号。东兴街150-11号。有空请到我们宫来走走泡茶。一定会去。好，谢谢你。没有环岛在设。好，拜拜。好，谢谢啊。拜拜。
这一台吗？这台蓝色的、哦，五台哦，五台啊！我叫你们游览车一下，这么多人哦。哎，我车停在后面了。要进天宫、北天宫。几个宫庙的一起，一个宫庙而已，一个宫庙就五台车。对，几个宫庙？你们那个宫庙很大吗？很大。哦，有的那个小庙就两三间、三四间一起抽两台车。看人的那个信徒多不多啊？然后号召力大的话，十几台也有。哦，住啦。再盖下公主让你认识。我们公主是你的金牌。哎，在那边，在前面。就五块钱。那个公主会帮你介绍一些。有三太子、妈祖、关圣帝君。劝人为善的啦，对啊，就是的，有些什么困难的话，他们帮你解决啊。嗯，哦，我困难太多了。那神明会保佑。那神明保佑我。困难太多，他是教你方法，不是说钓鱼给你吃，要教你钓鱼，要教你钓，要叫你能够生存下去。那个林南诶，那个台湾街那个全部都是原住民。嗯，对。原住民现在也很多信道教啊。对对对，道教对。道教、佛教都还有。可是我很少听到他们用原住民话来诵经念佛。哦，原住民像闽南会用闽南语诵经念佛。国语也有。你们没有告诉你吗？这话要经过大了，你们没有告诉你吗？这话要经过大了，你们没有告诉你吗？阿当勒比尤，少尼山杜安达欧，掌声响起来。我心甘明白，歌声教会你我的爱。此来伊瓦卡勒莫那伊达多萨伊奥，努哈那米那嘎，他在青苔，他那乌青浪。想到泪汪汪。你那天比赛唱歌是哪一首歌？一代女皇。哦，来唱一首一代女皇。美声唱天下，风将满光环，齐飞凡是慧根，唐朝女皇武则天。我无罪，我无罪，无罪，请恁免同情我，就那路啊，听入心肝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。阿杜那么，别那么好，我阿姆特罗古杜米，哥心都还该特罗古，哥心都还我特罗古。五台哦，这边是你们第一次来吗？打卡这边？哎，对。哦，觉得这边怎么样？我们每一年都来回来一次。哦。哎，每一年都是个就段时间都回来。啊、哦。我家毕业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啊，毕业了。不是我毕业了，是台车的。哦。哦，改天再去宫庙参访哈。啊，好，谢谢你。好，大姐贵姓？我姓方。方大姐，我现在也姓方，本来姓周，改妈妈姓。哦，改妈妈姓了，大方的方嘛。妈妈是原住民，爸爸是外省。哦。好，爸爸。那是你们车人啊？啊，原住住这边的。那个没那个东西的吗？对啊。现在吃东西，然后现在要赶过去。那是你们的工友还是卖东西的？应该来卖东西。这个是来卖东西的。哦，他是原住生的器官怎么讲？比比。舔怎么讲？舔比比哈，那舔怎么讲？啊？半比比。半比比。这舌头多灵活，对不对？去。
阴唇怎么讲？那刮鼻鼻哦。啊，湿了怎么讲？比如说女生下面会是喉痒。我梳鼻鼻喉痒来。哦，很痒怎么讲？就痒哎。对啊，可贵。刷个你鼻鼻啦，可贵了。他是原住民吧？对，阿美族。他们卖东西很好玩哦。哦，你是领队吗？对。哎，公庙这个还要领队哦？要啊，要跟客人倒茶。哦，对啊，我很少碰到领队呢。啊，帮点有没有名片？有没有名片？名片哦，要点人数啊。催我。我第一。公庙卖在最后一排啊。最后一排在这边啊，这边啊。我第一次碰到公庙有领队的，等一下。哦，我们台湾经销都有领队。叫他下来啊，人家在采访啊。你们现在要出去。人家后面在帮我们采访啊。好，那这是我们的公主，介绍两个哈。我们的公主，主神是哪一位？玄天上帝。哦，那公主的名字介绍一下。李金海。那个公庙联络电话几号？联络我的电话0937004287。好，改天去参访哈。你们现在要出发的。是。好，谢谢哈。来我们北极宫泡茶。有空来泡茶。哦，去要给我喝茶哈。哎，好，哎，茶，对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好，感谢感谢。眼睛怎么讲？太阳花。老呀老呀老呀。鼻子。老花老花老花。嘴巴。老花老花老花。好，那个跌倒怎么讲？打了，哎，打对打对打对。很痛。那个刚刚中午有吃饭怎么讲？你们怎么那么强？很饿。打扰，不好意思啊。感谢感谢感谢。好好。等一下，我叫名字，您下面有没有名字？没有，上面没有名字，都会秀名字。哎，啊，林金海啊，李木子李，李青海是木子李，十八个小孩的。青哪个青？金钱的金。啊，林海水的海。好好 ，OK， 谢谢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家好，感谢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小心哦，谢谢。好，那哎，每一车都有那个。有啊，每一车都有服务小姐。哦，都有啊。对，每一车都有。我第一次碰到这个。服务员车嘛。那有五个介绍员呢、啊。200人。哦，200人。是。那现在他们说下一站去那个花莲了，慈惠堂。哎，到庆安宫慈惠堂休息，晚上住宿是在慈惠堂。哦。那先到中山路那边的庆天宫。庆天宫，然后到那个木瓜溪那边的北天宫，哦，那個、然后东华大学旁边的、那個，对，然后在慈惠堂休息晚上，哦，对，木瓜溪那个改建好了吗？在路边嘛，对，它的面是朝木瓜溪，有扩建嘛？哎，北天宫，对，那个康老师的、啊，嗯，对，好，哎，要上车了吗？那个都是我的自己好兄弟，好，哎，哎，那个，哎。一束花啦，一束碧绿，呼吸中的爱啦，一条蛙啊，你看啊，你看的路。只有那布娃，我告诉娃娃，他的心很冷，你爱你妈妈，是不是在乎，不在乎有你，告诉那布娃，我告诉娃娃。哎，这个是我们总监。哦，总监，你好，自由。自由摄影刚好看到采访，这位是林先生，这个是我们功德会的北极慈善功德会的理事长，北极慈善功德会的理事长。我们有慈善功德，你们身上都有名片吗？事业都有在做，我可以要一张吗？可以啊。看起来你不像台湾人哦。我妈妈是原住民，爸爸是四川人。啊，对，我们家在台北精美。对，很好。我常常拍那个进香团绕境什么的这种一些活动的那种信息，对，来秀一下。Thank you。来，我先照一下，再收一下。好，感恩。不是有一间在那个什么花莲夜市附近啊？以前是中山路那边，我住港口宫。嗯。港口宫，哎，妈祖庙，对。嗯。那今天是住那个慈惠堂。好了，你们上车了。对。好，改天聊哈。好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打扰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旅途愉快啊。旅途愉快。好。
Thank you.